智慧树星球第一天开始啦！小咕咚的好朋友小鸭子送了他一个神奇的礼物，我们去看看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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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嘎嘎嘎！为了感谢你，我今天特意带了一个神奇的杯子，想要送给你。啊，神奇的杯子，是在这个盒子里吗？对，就在里面。拿到啦！嘎嘎嘎！快打开看看吧。哇！嘿！嘎嘎嘎！只要对着这个杯子说咒语，就能变出水来，你就可以喝水了。那，小鸭子，咒语是什么呢？咒语是乌拉乌拉 Q 啊！太好了，小咕咚要来试一试。嘿，准备好哦。出水来了，太神奇，太神奇了！谢谢你，小鸭子，太神奇了！我要去告诉我的好朋友绿泡泡大魔术师。小鸭子，谢谢你，不客气，再见啦！哇，太神奇了！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爱变魔术。本栏目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智伴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又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欢迎来到魔法世界，欢迎你，欢迎你，我们小嘉宾冯逸飞今年6岁，小嘉宾张殿文今年5岁。欢迎。哎，小咕咚，哎，我发现你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啊。咕噜咕噜，绿泡泡大魔术师啊，小咕咚得到了一样宝贝。什么宝贝啊？哎，这个宝贝就是噔噔噔噔。这个杯子会自己变出水来，可神奇了！哎呀，所以你觉得自己能变出水来的杯子就是你的大宝贝了，是吗？对呀。那如果有一个杯子不仅自己能变出水来，自己还能把自己变的水喝掉，那是不是更厉害了？自己把自己变的水喝掉？嗯，有这么神奇的杯子吗？当然有了，绿泡泡大魔术师这儿就有，想不想看？哇，想。好的，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看好啦！哎，绿泡泡大魔术师这儿呢有一个神奇的杯子，它就是鳄鱼杯。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有鳄鱼的图案。鳄鱼杯子。哎，说到喝水，我想问问你们平时爱喝水吗？爱喝水。小朋友平时每天喝几杯水呢？有时候喝2杯，有时候喝1杯。小咕咚能喝很多水，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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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要喝好多好多好多。对，在这里呀，要告诉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平时一定要多喝水，我们要多喝一些白开水，这样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好处。好了，接下来呢，我要来展示这个神奇的魔术。刚才我说了，这个鳄鱼杯呢，它可以自己把杯子里的水给喝掉，你们相信吗？嗯，不相信。哎呦，都不太信任我啊！今天大魔术师绿泡泡遭遇到了信任危机啊！好，那我要用事实来证明我刚才说的呢，并不是开玩笑啊！接下来我拿出了另外一个杯子，这个杯子里有什么呢？水。对了，首先我要把它倒到这个鳄鱼杯里。为了证明它的真实性啊，我不让它自己把水变出来，我要把这里的水倒进去，
这样就更加的真实可信了，对吗？嗯。好，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看好了啊，现在我要把杯子里的水倒到鳄鱼杯里，全部都倒进去，哇，好多呀！接下来呢，我要问一问我的好朋友啊，哎，鳄鱼杯子，你这会儿渴不渴呀？他说什么啦？他说这会儿有点渴啊。有点渴的话呢，你就把刚才那些水都喝掉吧。哦，他答应我了啊。他说为了帮我度过信任危机，他会把这个水喝完的。好，那究竟有没有喝完呢？我们还要一起说出我们那个咒语，那就是乌拉乌拉 Q。 好，现在呢，我们一起把杯子倒过来，如果水没有被喝完的话，水会怎么样呢？嗯，就会流出来。会流出来，对吗？嗯。如果水被喝完了，就没有水流出来了啊。嗯。来，我们一起来数三个数啊，一、二、三。哇，一滴水都没有，为我鼓鼓掌吧。怎么样？全部被小鳄鱼喝完了。对，这就是我这个神奇的鳄鱼杯，哈哈。我也想学这个魔术。好的，我想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一定也都想学这个魔术了啊！别着急，在变魔术之前，让我们请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来，让我们一起说：魔香，魔香乌拉拉，我是魔香乌拉拉，我有神奇的魔法，材料。今天我们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个杯子、一瓶水和一片尿不湿。欢迎回来，本节目是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的智伴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呢，大魔术师绿泡泡就要来教你们变这个神奇的魔术。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赶快准备好材料和我们一起来。刚才呢，我拿的这个杯子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杯子，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鳄鱼杯，也可以比如取个名字叫河马杯，因为河马的嘴巴也很大。还有什么动物的嘴巴大？老虎。哎，对了，所以说呢，可以叫河马杯、狮子杯、老虎杯都可以啊。哎，刚才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在问，为什么水倒进去就被它给喝掉了呢？对呀，因为在这个杯子的底部呢，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噔噔噔噔！啊，是小时候用的尿不湿。用过吗？小时候？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应该都用过啊。为什么带上它呢，就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尿裤子的问题呢？因为它有什么很厉害的一个本领呢？吸水。吸水。吸水，所以呢，我们就取出了尿不湿当中的这个吸水的这个材料，用它来放在了我们的杯子的底部。好，我已经帮大家做好了。哎，小咕咚给大家发一下。为了让它能够更加牢固地粘在杯底，我们可以在它的底下呢粘上双面胶。好，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家里呢正好有尿不湿的话，和我们一起来做啊。如果家里已经没有尿不湿了啊，可以找一些这个海绵呐、棉花来做，可能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好，把它牢牢地粘在杯底之后，我们这个杯子就做好了。好，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它粘在了杯底。现在呢，我们把鳄鱼杯放在桌子上，拿出另外的一个杯子，慢慢地把水倒进去。好，倒完之后呢，我们要一起说出我们的咒语来，一起说乌拉乌拉 Q， 然后呢再一起数三个数，一起数一二三，然后慢慢的拿起杯子，总之呢要给它多留一点时间，让它充分吸收，然后慢慢的把它倒过来。哇，我们的魔术成功了。
好，我们现场的小朋友还有小咕咚都学会了今天的魔术，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小丑琪琪有没有学会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乌拉拉，我也学会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一步，用小布袋将尿不湿中的吸水材料放进去，然后把这个小布袋放进杯子里。第二步，将水倒进杯子里，晃一晃，让吸水材料将水充分吸收。第三步，将纸杯倒过来，水没有流出来，这个魔术就完成了。欢迎回来，本栏目指定用品为陪伴三代人、品质可放心的南山贝惠婴幼儿奶粉。哎，我知道今天在场外来了一位大魔术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表演，有请魔霸小 Q。 啦啦啦啦啦啦，魔术很神奇，啦啦啦啦啦啦，魔术很容易，只要动手又动脑，只要你愿意，神奇的魔术在这里。大魔术师谢鹏飞来自北京市。在我小的时候呢，我的妈妈经常让我喝白开水，可是我更喜欢喝各种带颜色的饮料，比如说像绿色的饮料，还有黄色的饮料，当然还有红色的饮料。可是等我长大了以后，我才发现其实各种带颜色的饮料对我们的身体并不好。妈妈一直让我喝白开水是为了我的健康，因为白开水才是最好的饮料。也希望小朋友们多喝白开水，少喝饮料。今天的魔术你们觉得神奇吗？神奇，神奇，太神奇啦！变魔术，变魔术，我爱变魔术，快来吧，明白。今天我们的小朋友们表现得太棒了啊，他们将获得我们栏目提供的礼物。本栏目的奖品呢，是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的智伴儿童机器人独家提供。好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乌拉乌拉 Q， 我爱变魔术。